看起来很不错看上去。有点重，帮我轻了点呗，我真拿不住，要不？走，快快快快快！拖得住吗？拖得住 ，OK。哇，这不是路上卖？这就是小时候街上看见那个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哎，你这哪来的这个机器？租的。先得点火。这着了，旋转。还转啊？就这样关上了？关上。啊，就这样。你要做什么？年糕。那你快做吧。这是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街上吃的，超喜欢的肉夹馍，它那个对，来吧，最后一天了，来这个节目迫使了很多的第一次，给猫啊，然后上高楼啊，就是做一些自己不乐意的事情，很不开心了，意思是说很开心啊，强迫自己还开心，就是很多事情你没有人强迫你的时候你是做不到的，所以你会很不开心，但有人强迫你让你，所以你爱上了被强迫的感觉，蛮喜欢的。我就把本来应该在家干的活都上节目里干了，然后回家不干了。